性感火辣的格斗游戏《神子格斗》系列，现在也要登上手机平台喽。而今天呢，也举办了盛大的记者会，不仅有知名的主持人黄子佼开场，还请来了美女辣舞嗨翻全场哦！赶快跟我们去瞧瞧吧。知名 IP《生死格斗》的首款手机游戏今天正式上市，更在今天举办了性感的上市记者会。活动开始前就找来了台湾前20大 DJ 之一的 Sharon， 在现场用轻快的电音炒热气氛。之后再由 Lexi Girls 以超短热裤的火辣性感造型现场秀舞，魅力四射的舞蹈呈现波涛汹涌的乳浪狂潮，活动完于热闹的格斗派对。之后在主持人黄子佼的带领下，一一欣赏了从未曝光的游戏电视广告，可以看到重现经典拳拳波动畅快打击的格斗精神。这次更邀请到了宅男女神熊熊和俏丽老咪 girls 蓝蓝，化身为游戏中的女主角霞和星，还有知名 coser 雷拉台台所扮演的林英丽凤同台劲舞。最后上市启动仪式由辣椒方舟董事长邓润泽、熊熊、蓝蓝等人一同全力挥出战斗职权，象征生死格斗 M 将会全力出击，带给玩家最完美的游戏体验。游戏已在双平台推出啦，喜欢格斗如窑的玩家们千万不要错过喽！